What's up, girl? Get up, weak girl. Make some noise up there. Come o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I just come. 别紧张。让我打破围让你那种种。相信我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最耀眼的美丽。宝贝乖乖 ，You the one one， 幸福再回去，爱就会继续。先爱吧，青春挥霍将会不再。就先爱吧，别人等待有恃无奈。Break it down，Break it down。拥抱我无尽的爱 ，Break it down，Break it down， 绽放自我，爱是烟火。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对你的真心，你竟然这样祝福我！要哭多久了？都已经天亮了。你干嘛喝我的酒啦？烂酒量，跟人家喝什么酒啊？浪费！你有钱付酒钱吗？我就是要喝了。真离谱，这个没良心。下面你说，他是不是因为钱才嫁给那个老头？他当然选老头啊，难道选你啊？这个时候你要找我茬，你有没有人性啊？No， 你想想，怎么会有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之后还回来找你的道理呢？一定别有居心，还帮你洗铁呢，一定是要敲你竹杠。哦，你该不会是想要参加她的婚礼吧？我还是想祝福她，我怎么那么蠢？你现在蠢，发现还来得及。你两袋空空，两袖清风，还矮不隆冬的，谁要你啊？啊，你是有多聪明啊？有个傻妹送假冒的钱，送机票，还离家出走，一百步笑五十步了。他帅怎样？奇怪哦，你讲你们家的真离婚，讲到我这边干嘛？啊，谁叫你骂我？这叫当局者迷啊！来啊！两个笨蛋，干杯！我一点都不笨，好不好？你这个笨蛋还少喝一点呢。对，你不要去参加那个珍妮和的婚礼哦，听到没？好，你不要去想那个家里，你不想，我就不去。鬼才会想那个臭脚妮呢。干了，干了，一言为定啊！哦。你想到救死人的方法了，快说！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太棺。太棺，太棺，死人睡了就会色的太棺？完全没错。之所以死人大哥碰到太棺会这么色的原因呢，是因为太棺有刺激男性荷尔蒙的作用。只要男性荷尔蒙获得补充，那不管是脑力、体力、活力，还有总之很多功能啦，都可以获得改善啊！啊，就算不能回春，至少不会再继续老化了。哼哈，可是我搬家怕不顶让出去之后，太官也不知道到哪去了。我，而且有棺材有什么用？死人也不知道现在人在哪。啊，这就糟糕了。所谓官在人在，官王怎么样？人王啊！对，呸！闭上你的乌鸦嘴。棺材的事情，我可以来解决，顶多就是再做一个。可是我希望老天爷给我一点点死人的消息。
喂，寇，你看到死人在哪？好，我立马到。哎，凭什么你可以在家里弹吉他，我不能在家里唱歌，这有什么天理？你有愿意啊？要不是我选不到社团，我同学还随便帮我选了吉他社，而且还跟我当社长，不需要这样吗？哎，你这什么时候的？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是那种吃馊水的体质，是不是吃这都不会落腮啊？我是铜肠铁胃，什么事都不会饿，羡慕吗？满肚子都是屎，猪才羡慕啊！女人也是，你乱讲！我跟你讲啊，男生没有一个是好的啦！哈，你那一群哦，王八蛋哦，统统都滚开！没错，你们最好是给我滚远一点，不要给我碰到。进一个打四个，进两个打一双。哎，你们这些爱情的骗子！走，啊，我们去便利商店买早餐。哦，好，买早餐。走，哎，走。叮咚叮咚！嗨，我要喝咖啡了。这间便利商店不太一样。啊，新开的大间的啦。我要一杯拿铁，不要糖。结婚登记吗？对对对对对，今天登记的话还有送福袋哦。啊，送福袋耶！哇，福袋里面有什么？有钱啊？哎呀，你白痴哦，都说福袋啊，福袋福，啊送幸福。幸福啊！那我就可以比珍妮佛还早结婚呢。谁会嫁给你啊？你呀，夏小姐，我可以给你幸福。你愿意吗？所以送福袋又结婚又可以有拿铁拿啊！那么大力了，终于有人要娶我了。好，快一点，不要糖。我们结婚了！新郎。新娘。请叫我新娘的老公。那我就是新郎的老婆。救命！救命！有人，宝莲，是不是在里面啊？快一点啊！你好了没啊？还没。你是进了几百吨的尿放啊？怎么样？你求我啊？求你我就吃大便啊！我看我来顺便洗个澡，敷个脸好了。叶死人，你是到底变得有多老？抱歉，我认错人了。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可能比这个照片再老一点点。没有哎，没有，没有啊。谢谢哈，谢谢谢谢。不，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要跟我说话，我现在没有思绪。要再这么近，不然我死了算了。小阿公，哎呦，阿公你来你来了。你在干嘛呢？哎呦，你们到底要我帮你们删除什么记忆啊？哎呦，就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记忆的。哎呦，你问那么多干嘛呢？因为我这么好糊弄哦，没有正当理由是不准删除任何记忆的，所以说要删除什么记忆？要删除要，哎呀，你说啦。我说。哎呀，走开呀！哟，你们两个结婚了？结婚？哎呦，我的天！哎呦，阿公，你看这种恶心的记忆，是不是应该要删除啊？恭喜阿公，看不出来你电电吃三碗公喜欢夏梅这种菜。好，夏梅，恭喜你啊！蓦然回首，良人就在你身边啊！太好了，哎呦，你走开啦！不要幸灾乐祸了，阿公，赶快帮我删除记忆啊！还是哦，来不及了，我已经打电话给阿妈了。谁阿妈？你阿妈。因阿妈太好了，带着亲友团赶过来了，说要板豆。板豆，阿妈，喂，阿这不是亲的啦，我们结婚啦，在车站了。哎呦，阿妈，哎呦，阿妈嘞，阿妈，不是要结婚，是要你删除记忆的。不准删，要勇敢面对幸福。你们现在是生米煮成熟饭的嘛，哈，只差不请客而已啊。耶，阿伯伯，今仔孙要做阿嫂啊。耶，感谢夏兰寻得祖宗十八代的保佑，我们家终于不会绝种了。耶，对，你们两个第一胎一定要姓夏兰寻得，因为我们家现在人丁单薄，所以至少要生一打。一打。对呀、啊，可以分两队打篮球，一边还有一个后补。耶！打篮球还要后补。哎呀！哎呀！怎么会这样？我删除记忆，都你乱来啦！我警告你哦，任旁观，这件事情绝对要保密哦。你现在先不要跟我说，我还想吐。你才不要再拿这件事情来折磨我了！我拜托你，你一定要保证不说出去。我不会说，你嘴巴是要缝起来哎。好，我先发誓，那你得保证不说。好，我绝对不会说，打勾勾。好。我知道任旁观早就暗恋我了。我是看他可怜，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你知道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啊，啊，是不是？给他点面子，不要告诉他哦。我能怎么拒绝啊？你们说，夏梅主动贴上来，我想挡都挡不住。我又不是新台币，但每个女人都喜欢我。我也是人啊，我怎么能伤害夏梅想要追求真爱的那份心呢？哎呦，对呀、啊，我结婚啊。哎呦，我不是叫我的小学同学不要告诉你吗？啊，你是电视台里面工作的人哦，哦，哈，被爱勿扰啊，要访问我。那你还写在那个什么脚书上是怎么回事啊？而且是公开的，已经有2000多则分享了。我只答应不能讲，又没说不能分享。我只告诉你，没有告诉别人哦。啊。
哎，对对啊对啊，你想还会有谁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啦！我就不相信你这家伙会忍住不说。你这女人才大嘴巴嘞！那你到底想怎样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段记忆完全消失。我死也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让这一段事情发生。时间重来？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知道有种异能可以让时光倒流。好。这时在玩时光倒流滚回去异能术。巴西的时光倒流滚回去异能术必须有两个异能行者共同操作，而且要心有灵犀，想着回到同一个时间点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是一般人，一般人啊，根本就感觉不出来时光已经倒流了，只会觉得眼前一切的一切似曾相识。但是啊，高阶的异能者，不是我的差鬼，就是像咱啊这种，却能清清楚楚的知道有人在搞鬼，谁是谁 ？Who is who？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我好像讲过这句话。你们敷衍觉罗家的，你们家不是音乐世家吗？怎么样？去我家告我啊！找谁去告我啊？是啊。爱情骗术！哎呀，走，嗯，我们去便利商店买早餐。好，好主意，走。叮咚叮咚，嗨，要买东西吗？我这便利商店怎么大？放心的啦。哦，结婚登记吗？啊，今天登记，送福袋哦。哦，送 Johnny。送 Johnny 我。哦耶，我们要结婚了。谢谢哈，谢谢谢谢，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奇怪，是有人在使用时光滚回去的异能吗？熊。我来帮你好不好？小心啊！
问你，那个你，我没有心情回答你任何问题。大梅，你是失眠啊？没睡好啊？怎么啦？惨叫成那样？啊，没有啊，哪有？谁惨叫啊？啊？我有说什么吗？哦，没有。喊我？啊？啊？啊？喊什么喊？不会叫人啦、啊。熊哥。哎呦 ，OK， 啊啊，你是做了什么事？怎么这样？没有没有，熊哥，我们没有怎样哦，我真的没有。梁福三，你什么都可以误会，就是不可以误会我们两个，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误会，我误会你们。啊，不是啦，我是要问你们那个，有没有感觉到，时光一直在倒流？然后就是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事情，有没有那种感觉？时光倒流，哈，是异能哦。嗯。啊，我听过这种异能。嗯，算了算了算了，问你们两个 DJ 的也是白问。算了算了，啊啊。哎呦，这彭彭，你不要碰我，这个下流的。我是在想说，你要来用那个时光倒流的异能啊，今天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忘记，你不会不想吧？时光已经倒流了，只是时间是错的。啊！进去。干嘛呢？干嘛把我拉到你房间呢？有事不能在外面谈哦。太官在哪里？那个代志是安尼啦吼，棺材这种东西迟早都要烧掉的啦，更何况我有健忘症，根本就不记得在哪里。屁啦！我发现你的健忘症变好了，我发现你的房间有黄色的小说，我发现你最近每天去公园看人家的屁股扭来扭去，我发现你最近在失春想要谈恋爱的样子。太光在哪里？我哎呦，干嘛呢？你要找太光干嘛呢？哈哈，我就知道你睡过太光。告诉我，快去把他搬来我房间，快点走。哎呦，不要了，人家睡那个就感觉很舒服哩。你，对吧？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人在使用时光滚回去异能？我感觉到，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是小鬼在玩的异能小伎俩啊，就算给他滚来滚去滚800次哦，事情还是不会改变的。如果真的那么厉害，只要两个人同心协力就能改变历史哦，大战也不会发生的。用不用同心协力？那我们两个一起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来滚回去，滚到今天早上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死人到哪里去了。又是讲那个死人哦，拜托，找到又怎么样，他还是姓叶，还是会老化，还是会死掉，所有事情的最后结果都不会改变。哎，阿彪哈，你找太官干什么？又是为了死人，对不对？阿彪哈，太官在哪里？到底要回到什么时候，时间才对啊？应该回到没有喝酒的时候吧，都是因为喝酒才失去理智的啦。可是我不太记得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喝酒啊？好像还要再早一些些吧。啊，不然就保险一点，往回到珍妮佛跟那个男人离开 pub 的时候。你 OK？ 你不要到时候又哭得像世界末日一样哦。总比现在生不如死好吧？也对，失恋算什么呢？失误最衰。都是喝酒误事啊！哦，铁石空关心你的身体健康，若是要健康，唔通饮伤侪酒。长期大量饮酒会造成肝脏伤害、胃溃疡、神经系统衰弱、大脑皮质萎缩，还会造成人生不可磨灭的。伤口啊！快点好不好？拍一个广告需要拍那么久吗？所以我们要跟酒精说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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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益广告由铁石空 S 酒精被害人协会赞助播出，终结宿舍关心您的未来健康。好，就让我们再回到过去。嗯，正式来了。好。
万一真的没有办法消除记忆的话，我就把你电到失忆哦，你听到了没有？我刚很认真，只是真的太紧张了。紧张？你紧张什么啊？啊，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了我了吧？你不要对我非分之想哦，听到了没有？哦，天地良心啊，我一世英名就因为你毁于旦了，我想非分你，我才拜托你不要乱想了好吗？专心点。啊，好了好了，专心一点啦，废话那么多。歌坛，胡老板。服务生倒酒。哎，你是有酒钱喝酒啊？哎，那是别人的酒啦。心痛就是要用酒来麻痹自己的感觉，快给我喝啦！你白痴哦，喝水啦！不会喝酒，干嘛折磨自己的身体呢？喝酒误事。对，喝酒误事，为什么有一种喝完会很醉的感觉啊？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哦，下一个一定会更好，记得人生一定可以再重来的。怎么感觉好像不是我们两个会讲的话？到底哪里奇怪？怪什么啊？走啦，上班了啦。哦，地板是跟你有仇哦。爱情那么短，遗憾却那么长。哦，你有完没完啊？我都已经睡觉起来了。哦，好冷，你要扫到什么时候啊？对，将来一定会更好，我们一起加油。对，这样就对了，像个男人嘛啊。我们还是回家好了啦。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今天心惊胆跳。哦，都是你啊，一直讲得我怪怪的。时光又滚回来这里，难道是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要找到死人？奇怪了，为什么突然有一种附近有熊出没的感觉？熊，死人，夜死人，不要走！哎呦，干嘛不叫车啊？很冷呢。就说你穿太少啊！哎呦！好了好了，我的衣服给你穿了。哎呦，好冷哦！哎呦，哎，干嘛不回家？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因为我们要去便利商店买早餐。结婚登记处。哎，拍死人！小姐，你认丢人啦！我唔是什么夜死人啦！哎呦，天色暗了，我们等下去吃饭啊啦！拍死哦！假赛啦！站住！你那个破台语，我一听就知道是你。我知道你不想让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是你，就是你，你是那个我最爱的，你也最爱我的死人，你是那个。最爱小孩的爸爸，你是那个。
全世界最帅的死人就是你。还有个方法可以试哦，睡太乖。小龙女说睡太乖可以增加荷尔蒙。增强荷尔蒙，然后够筋骨，应该可以抑制老化。太官现在已经在我床边了，我会让你好好的睡，好好的去死，我不会吵你，我答应你，我也不会哭。可是我会一直陪你。下药了吗？怎么会这样？我是在做噩梦吗？是不是遇到鬼啊？夏美，借浴室啊？嗯。里面有人，那等一下给你先洗。啊？没有关系，不用了。没关系啊，那你刚才在打喷嚏，给你先洗啊。那个衣服，等我洗完再还你哦。不用了，我洗就好了啦。啊？不要啊，这衣服不要用洗衣机洗，我可以用手洗。你给我，给我。真的没关系，我洗啦。不要了，我洗啦。我来就好，真的。哎呀，不会。这是苍穹的，不用洗，洗了他会不开心的。哦，原来如此。慢来啊！对，你脚抬起来，抬起来，好棒哦！十月，等一下，太棺里面我放了我们那个铁石空所有的春药，不是回春药哈，你要每个牌子轮流吃，不要只吃一种哈，因为现在黑心商品太多了哈。熊猴，嗨，你赶快去把屋内屋外整个再检查一遍啊！我听说。有人要对我们宿舍不利，你快去，我回村。对我们宿舍不利，怎么会这样？什么意思？你记住啊，我没开关，你也别开。哈，这个死人听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了，也不说清楚。这样我们要找到哪个时候，找什么了，找得到吗？爸，哦，爸，你怎么不动啦？难怪哦，我最近哦，老是觉得我在偷看，有色收看的时候，背后好像也有人在偷看我。你在说什么了？要监视一个地方哦，就要找这个地方最好的角度。啊，我们这里最好的角度就是，那你，
是前两天有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家住在我们的门口，看他尿急的样子，又怕他尿在我们的门口，所以我们就让他进来上个厕所，他上完之后又可以要个水喝。爸，没有啦，没有，就跟你说没有嘛。不会是阿寇啦？怎么可能是阿寇呢？阿寇那天来的时候，我跟前跟后对调调呢，他没有理由装监视器啊，会是谁？阿寇来之前还有什么陌生人进过我们家？啊，后来之前就是安检局的人来呗，安检局都是麻瓜，没有理由监视我们啊。No,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平常叫你要多看华网睽睽疏而不漏之铁时空犯罪调查现场，你偏不看，所以你就失去所谓的推理能力。我告诉你，一定就是 H 联盟的人假冒成安检局的人，他们混进安检局。H 联盟的人假冒安检局的人，然后到我们这里来装监视器。没错，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了。柯南呢，金田一、福尔摩斯碰到我下流，都要跪下来说甘拜下风。屁啦！啊，哪一天安检局检查完，你从头到尾不是巡了一遍吗？不是安检局的人。那个嘛，那是。啊！你袂当你插袂，你就甲我拉开，你足不好哦你。你在喝什么？就来怕我晚上睡不着觉，把他特制的饮料拿来给我喝。哈！医生前一阵子才交代，你有血压高呢，不可以喝酒。不是啊，这不是酒，特制的饮料。拿来。甜甜的。最讨厌人家喝酒，不约我。不多呢，甜甜的。对呀、啊，好喝。好喝。不，刚刚讲到安检局嘛，安检局的人来了之后，谁来？我记得哈、那个安检完隔天，唐光友跟我说，他看到任成文在门口打电话报我们宿舍地址。你输了，干了。干杯，干杯，干杯。讲一句长长，讲。这些监视器是不是你来偷装的？啊，阿公啊，拜托，我的身份地位需要做这种事吗？好了，要跟你讲我老细腮。逼我出狠招是不是？仗形势好。你应该使出这么狠毒的绝招来严刑逼供我吗？熊哥，讲话，熊哥。好了，爸，你弄那一根，这根要弄他，他真的死得非常痛。是嘛？是嘛？我们要让他死得非常痛快，一人两刀。你来写个严刑。下九拳考验，此为铁石功为了训练铁克禁卫军军团三大魔鬼考验当中最恶毒的终极训练，由学长对学员进行不同程度的肉体试炼，能熬过三小时不讲出让我死吧这句话的铁克禁卫军学员，才算是能够通过终极考验，成为上战场的铁克勇士。哎呀，老弟啊，我不想活啊，我不想活啊，阿公，阿公，让我死了吧。叫我动弹而已，才20秒呢。阿公啊，老命啊！那个监视器真的不是我，我的手下啊也不可能装啊！哎呦，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监视器那么贵，我们安检局的预算已经被紧缩，而且被砍了40%。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网络上都有，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拜托你们了，查一下啊，熊哥。
跟你有什么关系？什么是安全联盟？我应该知道吗？安全联盟？哈哈哈哈哈！糟糕！喂，给我看蓝秋什么？你要不要喝茶？嗯，水果茶喝不喝？你有看过喝水果茶吗？没关系，我还是帮你泡。 哈哈哈哈哈 ！Bad boy，这样子好吗？嗯，朋友，夏天，夏天他到底在哪里？你快点把他还给我！从前鬼龙哦，是拼了命想要挣脱夏天的控制，可是现在他不是已经挣脱了吗？干嘛还来这里？假扮夏天捉弄他们应该挺好玩的。 夏天哥，你好可爱哦！老妈，哎呀，老妈，真的是你吗？夏天，陪老妈喝一杯，来，正统异能家族的体质，潜能无限，飞翼三三，竟然想出强夺苍穹异能潜力的傲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告诉你，跟你夏天说再见，哦不，是永远不见。 只剩下每天孤单翻阅从前，珍惜无畏你的爱，风你要享受自由，跨不进。